好，我们接下来进入最后的环节，全员滑溜溜，滑溜溜。好的，现在已经进入到最后一环节了，我们来听听看规则吧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在这个滑溜溜的垫子上面来进行追逐战。比拼呢，一共分为两轮，第一轮呢是单人战，每轮进攻方呢选择任意一个对手，将气球在他的身后挤破，那么就可以开始追逐了。追逐的时候呢，要用指定动作，只要两圈内没有被抓到的话呢，就可以积一分；被抓到的话，那对手积一分。就用跳的好了。那我们就由文涛来进攻。哦，我来。文涛来进攻。这样，哥，这拿太久了。跳是吧？对，跳。小虎，黄子。黄子看着跳了就，他看着就跑跳了。哎。哎，别，黄子，他也行，他俩都行。好，进攻是，哎，右手，右边。好，进攻是，哎，右手，右边，舅舅回来。放乖，回去。不要求他了，让他自己来吧。为什么这个小孩这么努力却不动地方？为什么可以原地这么用力的跳？我感觉他是有指定动作的，你知道吗？他是走四步要摔一跤，走四步趴一下。九州已经快被文涛抓到了，龟兔赛跑，等等我啊，龟兔赛跑，等等我呀。真的，我感觉啾啾是有指定动作的，加油，他的动作跟别人不一样。啾啾，你忘了你是要追他，你回头看什么？别怕。哎，你俩谁跟谁呀？你坐回他的位置就可以了，坐回他的位置就赢了。好，啾啾气的好生气，好生气。好，啾啾你休息一下。好，休息一下，我们派出黄子来。黄子能不能抽卡就看这回了。黄子加油加油，加油节奏啊。我脚腕坏了，我也脚腕坏了，他腰有伤。你脚腕坏了。我们好六团两个开始打感情牌，什么？一个说我脚崴了，一个说我腰有伤啊。这种对于进攻的人不是好消息吗？看来跑得一定很慢啊。王子的性格肯定选强的，是不是？那边拿队友刷分，刷拿我们干嘛呀？对啊，卡路里爆表。哎，等一下，没睡。开始。哎，来了。哇，王彦旭为什么这么快？好坚强，好励志啊！还有一圈啊，黄子。好感人，太感人了，好感人啊！不忍心抓了。好感人啊！不忍心抓了。
太努力了，月星被感动了，太努力了，比他在舞台上都努力。我真的不敢动，好感动，好感动。好，月星把这分送给了黄子红凡。义父，义子，我们这样啊，我们下一个环节，鉴于大家的体力，还有想让我们这个环节更加刺激，我们第一改成双人战。对，大家套在一个游泳圈，而且就只有一圈的机会，追上就追上了，没追上就没追上。哇，现在来套进去，来准备啊。首先由虎子和小普发起进攻，来有请。我们还是要捏爆气球，这个不用像上一轮那样跳啊，玩命跑就行，就玩命跑就行。对，而且一圈就行，一圈。但是这个我们要严格规定，就是被攻击方只能从自己的右手出发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走到那儿。好好好好好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舅舅跑，走，好。走，好，只要一圈。一圈，一圈，只有一圈。斌哥，你在骑马了。小姨，你的一个加油，一个你的一个你的骑马了，一个啊，有机会快走啊，不行，胜利之道，有机会，他们也跌倒了，有机会，快走，跑啊你，跑啊你，跑，这儿吧，这个，还有机会，快点停，还有机会，快点停，杨林站起来，还是单人站好，还是单人站好，好。不好意思，那迪哥和九州没有拿到这一分。下面要上场的是月星和文涛，来，有请。啊，兄弟不用开刀是吧？放了你们一马。放了半马。明显你们竭尽全力了好吗？放了半圈的马。放了。那谁？你说吧，都行。没有啊。弄辆马夫呗。好。哎，干啥？我这确实滑。他们现在小心翼翼地靠近他们的猎物，走，没打着，他们的猎物逃脱了。等一下，加油呀！两边，等一下，加油！等一下，哇，好厉害，好强啊，加油，我们再来一下，加油。他们跑了两圈了，老师放那首歌，我要等一下，等我站起来。你们要不要考虑等他们一下？加油呀！OK。